嗯，谢家女屡军多年，对谢家军队竟然有掌控力。太子殿下那边怎么说？叫他截杀在帐中。万万不可！太子殿下说，要留谢氏女的性命，等她收敛尸体后，由她自行返回安都便好。这太子殿下未免太过儿女情长。这女人绝不能留，留她在世上。 对殿下而言，终究是个祸患。不过我与一般人不一样，我的心脏在用。 多谢。从这里到安都要多久？最少15日。15日，太快了。太子殿下果真守时。 阿银，你没事，太好了，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死。太子殿下，请自重。谢家的事儿，姑听说了。对不起，是姑没能提前杀了他。